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主耶稣爱兄姐妹们，爱长里那护士也爱兄姐妹们。从这一家每只礼拜，哈，能够一同心来祷告，一同心来思想上帝的话，也一同心来学习，让班行出上帝的话，有进有发的。感谢主，来相信弟兄姊妹们过了个圣诞，这个充满了个开开乐乐，圣诞节快乐，哈！感谢主，这个今半日一同心也爱学习一个题目，即很多看到耶稣的态度，看到遇到耶稣啊，呀，就系在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。看到35节，好，即个打开圣经好噶哈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二章25节，看到35节，盼望堂上帝嘅话，即个一同心，先低下头嚟祷告，即个同心嚟祷告，亲爱天父上帝，我都嘅叫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你安好，你下我嘅弟兄姊妹们。所以你年纪来到世间里，做个都应该救助，偏偏你年纪刚生，才来到每位弟兄姊妹心里，来到已经救助耶稣了，来到了半年见主耶稣的时候，感谢主耶稣，来到祝福弟兄姊妹们，祝福牧师，也祝福来到亲戚朋友，无论在阿妹，做出太太祝福。行到人同心合意祷告，奉求我都救助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自家先生讲了爱学习马嘅一个题目，亲爱讲到看到耶稣啊，看到耶稣嘅态度，就在咧嘅路加福音第二章25看到35节。这个故事说到西美安和哈娜的故事，你们知道记得吗？西美安和哈娜的故事，一年老了，他暗想要看到主耶稣，他点点祷告像求助，他是一位牧师的人，当主耶稣40年了，出一了哦，玛利亚已经做一出一了。佢带住耶稣去一个圣殿，当去到一个圣殿，格格嘅只是很多人来一个圣殿来敬拜主，敬拜上帝，不过呢两位上帝仆人，吓，佢也安欢迎玛利亚作神，隔住耶稣。行长春日40年，在众人的面前，点样喊到西美安？好，西美安甲哈娜，佮只是安落了。伊甲上帝主耶稣托啊，佮就爱妈看到主耶稣啊。你妈好带你转天家，你爱本个后人后见到后看到亲眼呐，你到啊主耶稣好么？啊，感谢主。上帝听西美安的哈娜的祷告，当玛利亚的约瑟带主耶稣行安雅时候，40年第二个圣殿，西美安的哈娜安欢喜，他看到主耶稣，他就低了心灵讲一趟，你不呀，你这安雅，他就是耶稣，他就那么多主耶稣，他带住耶稣感恩，佢拿唔到住耶稣嘅支持，佢讲上帝啊感谢你，上帝啊创造天地万物嘅上帝，至高嘅上帝，荣耀嘅上帝，感恩感恩感谢你，今行嘅向拿唔到你为王啊，今日看到耶稣系一位救主，佢得到安泰嘅安慰。你难道做耶稣的指示，是美安极极极极在你发出感恩，感谢上帝，感谢到不得了，感谢到摩天，
平日的意思是讲学习物件啊，学习要量力量钱啊，就系接触西美恩的态度。当你看到耶稣啊，西美恩平日的物件啊，佢赞美上帝。我见南道耶稣是啊，一个嘴里讲出赞美赞美感恩感恩感恩上帝，就系吹咧第二十八节嘅清楚写到。西美恩无停的感恩感谢上帝，赞美上帝，因为西美恩的地，你这位啊，佮你含南丁的啊王啊，佮系含到耶稣，佮爱献上感谢主，心经也写得写了了，西美恩，佮两班安慰解释。解释求助，解释子帅阿叔，解释米家叔，解释要日梅，要日日啊，日梅米帅阿，按爱来到社间里，爱做这个当人的救助，把这个犯罪的人能够得到释放，得到赦免，犯罪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，要得到。要得到永生，所以西美恩，你才知是，你按感恩感谢赞美上帝，今仔日难得呢，就会喊到家属救助，给你按掉电系统，上帝啊，本来要你到，本来要看到，今仔日看到家属了，一摩天呢赞美。上帝，弟兄姊妹，自家学习。当弟兄姊妹个爱啊，看到耶稣，遇到耶稣，相信了耶稣，自家嘅罪里发出幽默嘅么？要感恩么？要赞美上帝么？弟兄姊妹，就是咩样样？要摩天呢？因遇到就耶稣时，佢赞美上帝，感恩感恩感恩上帝，赞美上帝。发出感恩的心，因为一位救主看到耶稣，看到耶稣了，发出欢欢喜喜感恩的心，就这么有吗？就感恩的心吗？当主耶稣人子降生在你的心中里，你已经看到耶稣了，看到主耶稣的心结了，看到主耶稣爱你了，你要感恩吗？要赞美上帝吗？哈利路亚！第二个态度，西美恩，当地遇到主耶稣，难到主耶稣，看到主耶稣时，的确到安满住哦，安满住咯，啊！因为今下佮准备要爱离开那个世间，离开那个世界，就会出阿妹二十九节。看到三十二节，是咩安讲？挨安满足了，满足哦！挨看了耶稣，我嘅心里啊满足了，挨天下准备了，就所以合挨准挨超准备了，挨准更加听见未？是咩安？一嚟安叫安落了，等到安叫，等到安落了。天下佢看到耶稣，佢讲上帝啊，爱尽皮心了，爱尽天家，爱尽天堂。弟兄姊妹，西面的意思，佢爱尽天家哈，因为你安叫，佢安详的，只为一个步，只一个步啊，只为在天堂，未在那个世间里，世间尘世的弟兄姊妹。到这个年代做耶稣，就算还本这个要生命气息，还要学侍奉的，还要学祷告，每日读经、去信堂、侍奉做耶稣，待多多年，归本做耶稣得救，学侍奉的，弟兄姐妹，满足吗？满足吗？弟兄姐妹，从心绵绵的安满足咯。你安满足了，因为你看了主耶稣的本人，
人长人不人，自家也看了就也笑，自家也暗慢子，暗慢笑。因为你暗叫自家傻钱咩啊？系嚟生啊？自家傻钱咩？咩一个花花世界？咩一个钱财？钱财为超，为不人偷吃，吓、啊，为摸吃，为伤吃，自家嘅苦。世间的东西啊，一个财产啊，为欲而生啊，摸下子啊，要咪摸下，切个亲爱嘅人，切个知道，要咪安锡自家，安慰自家，摸热下你看，摸下生下，也咪，也咪讲离开你，也咪讲了下你，听住咪。即将见半日，即刻你到住耶稣，满足咯，哈、啊，满足了就咪吃一啲，你切出世界嘅，你丈夫，你太太，啊做老婆啊，你成年啊，哈、啊，个个要集结上，一日一未离开你条姐妹，因为咧嘅世间长时嘅，搭住家多人，哈、啊。搭自家都人用嘅，搭自家都人看嘅，搭自家都人装出嚟食货，一日又未离开，一日撞自家，一日又未离开自家嘅家庭，自家食货，自家丈夫，自家老婆，自家嘅亲戚朋友，但系自家要满足先冇，就算未安样，但系呢，你安满住咯，安满住咯，看到耶稣，一啲。就得到了个永生天堂的福分，弟兄姊妹，当自家看到耶稣，你到做耶稣时啊，你个心发出乜嘅呢？第一，就莫赞美上帝，系嘅乐乐，感恩感恩，赞美上帝已经救赎了自家。从前面样，看我做耶稣，那么做耶稣，安开乐赞美上帝。第二，是咪安南到做耶稣，佢讲阿嘅心啊安满住咯，安满住咯。弟兄姊妹，当做耶稣，不如看到了，不如遇到了，不如接受到了，你要满足爱心吗？分别心吗？啊！感谢主耶稣，上主太太祝福弟兄姊妹们过了个圣诞，发出圣诞快乐，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开心过这个年日子。哈利路亚！奉主圣名求，阿门。我即刻接听以上来接受上帝祝福，因上帝的慈爱，因主耶稣的恩惠，因圣灵的感动及交通，从此。弟兄姊妹们同齐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叫阿门。